随着一首动顺的歌曲，由民众党提名的台市阿兰区议员候选人陈世伟竞选总部胜利。17号，立委蔡碧如代表主席郭文铁南下徛台。蔡碧如讲到，民众党的民调来到20.9%，更特别强调，陈世伟是郭文铁在阿兰区唯一推荐人选。民意基金会做了一个民调，台湾民众党的政党的支持度来到了20.9%。那以这样子的一个高的一个支持度，我相信我们在安南区提降一席的一个议员的参选人，那也希望地方的民众能够来多多跟我们年轻的一个新兴的政党来一个做一个支持，来支持陈思伟，让陈思伟进到议会为大家来做服务。陈思伟是前议员，但进议的查某仔，10年前对美国回来台湾，观光救护过程在地方一直流传。现在这个友好的查某仔，就要传承父亲的威严，继续为乡里服务。大会当中，陈思伟公布伊的政见主张是人民的生活上重要，强调孝爱安南将是未来稳定的基础。我肩负了这个重任，一定会为我们的安南区打出一片不同的政治文化。我一定会秉持着我父亲传承对我的在地的意义，然后我会努力的打拼。台南市长候选人柯中信、林义峰以及虎城退休警察协会马龙高调支持，现场动算声不断。会后，立委蔡碧如陪同陈世伟扫街拜票，要来拜托市民选一个会做代志的人。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